同学们好，今天呢是11月5号，也是我的生日。今天呢和小朋友一起画树叶啊，我们之前画了好多树叶，今天我们再画一组树叶，槐树叶啊，秋天的槐树叶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，先用黄色。心事从来不对人诉说，秋天的落叶稀稀软软走过，我的爱愿你只需要你解救，我愿意坚持这一段的好了，这个秋天的槐树叶我们就画好了。这是落在地上的一个槐树叶，我看到它的造型很漂亮，就是所以他拿手机拍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在今天我过生日这天呢，教小朋友画一画。秋天呢是一个很美丽的季节，是一个金色的世界。希望呢小朋友多观察秋天的各种景物、花草啊。如果看到好的呢，可以用手机拍下来，然后呢作为我们一个写生的一个素材。大家呢可以经常的观察我们周边的事物，然后呢画我们周边的事物，这样呢会能很好的帮助你提高绘画的水平。好了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级红剑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